gentlemen,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for Team Japan. Ladies and gentlemen, one more. 队友人，日本队再开波系佢哋嘅六号队员十东伦。 今次冇问题啦，但系艾斯比亚素一下子接实咗，呢度唔紧要，直接已经有一位就去咗本垒，讲紧系佢哋嘅爆发力出众咗第六分，两出局，跟住罗尼亚斯比亚素一支穿远安打送多一个翻嚟，好多啲准备啦，咁啊结果嚟到呢度，好似古巴已经提断大利咁啊。 翻嚟攞多一分，攞多两分。早田彩乃就只能够挤出第一局，住一局下半攞七分，二局下半攞六分，加埋三局下半所攞嘅。哦，苏田彩乃啱啱好喺艾马道接到波之前上到二垒，到翻嚟啦，赌托也可唔可以请到队友食拉面啊？呢度冇问题，十东伦翻嚟先。咁啊，但系咧就三上进系二垒时间咧就拿。 解決咗一個先啦，不過摩連拿呢下就應該係翻到嚟啦。你都慢慢揼啦，知道對方一二三壘都有球員，而且跟住落嚟打擊嘅係艾馬道，古巴最有信心嘅一棒，有機會咧攞得一分啦，奧達文迪斯，古巴嘅第四分，半決賽周嘅最後一球，打上進。 恭喜古巴，隨住呢個嘅接殺出現，古巴喺三回合兩勝制嘅比賽，第二回合贏7-5，連同第一回合所贏嘅16-1，喺跌咗一個回合，所跌嘅一個回合，正正就係日本隊。不過嚟到金牌戰，贏就係贏。咁啊，亦都。